关键的时刻啊，今年是2011年哈，啊，差不多咱拄到这个唔捌字哈，啊，佫无卫生的总统，迄、那个骂的哈，啊，拢中国化，啊，伫这个中国化过程中，台湾人吼、非常烦恼，有一日的确会由中国退去，不过其实是免烦恼啦哈，啊，咱知影一个台湾的地位是未定，啊，这个国际法的顶面，或者台联合国来解决。特别是将台湾委托予美国马加萨，啊马加萨伊安尼委托即个蒋介石托管，所以伊爱负即个真大的责任。这点啊，啊咱秘书长，即个志先兄有真大的努力，所以才有今仔日即个组织。啊，我受指定爱讲即个宗教，其实宗教甲政治啦，哈。啊，真侪人知影讲宗教甲政治无关系，我认为讲宗教甲政治关系太密切，太密切，因为我是。咱东吴大厦，我有一个课程啊，伊若开，我一定有参与。高休息，这是 team teaching， 啥个一届宗教哦，宗教甲政治的问题。啊，我本身的册伫真瑞出版社有一本《台湾宗教论集》的第一篇啊，迄、那个英文就是讲宗教信仰甲台湾建国哦，内面有指出真济迄个为什么台湾人的建国遐困难，就是宗教有足大的关系。啊，荷兰这个题目叫做宗教，台湾宗教甲信仰。后来我呢，今仔日都都是7月14，古历的7月14，我对这个灵魂观念来切入，甲这个鬼信仰，这有关有影响台湾人的心态真大啊。当然在座，一切先进，我就是讲，恁来遮参与这个建国学院，每一个人是非常要紧的角色啊，是。台湾真需要恁，恁拢足要紧的啊！啊，顶回学校，啊，甲这個阿扁啊所几个开的个人学校，参与的人同款啊，咱有缘同款即款的格啊，因为为着台湾未来的多步，所以咱唔通看轻家己，真要紧。当然，建国的理念，即台有一个健全的建立。讲到宗教，宗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名词吼 ，religion 吼、啊，坦白讲。中国人无遐敖啦，啊，无遐敖讲会发明这个宗教这个用语的名词，所以你若看先秦诸子，诸子13经、45经，无这个宗教，这个 term， 这 terminology， 这个用语绝对无。这项发明的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学者所做的，伊将这个易经哈，啊，加这个诗经，诗经有一个演义六宗啊，诗经就是尚书哈，啊，加这个易经内面一句古人以心得释教。用这两个典故去甲组合，来译这个对立典故 religio 造出来，这个英文叫 religion 啊，来译这个用语或者宗教。其实这个文字吼、哦，应用伫人类的这个社会中，文字本身有文字种，文字唔是绝对的物件吼，这点咱得个爱清楚。语言也是有语言种，哦，尽量用迄个较白语言来表达，这是咱的责任啦，如此而已。拢有迄个语言讲，甲文字讲，宗教更加有啊！哦，宗教用语言咧表达，所以宗教那本身有真侪魔讲，伊遐。啊，咱说，我若讲着宗教，做一个读宗教史的人，因为我的专门就是宗教史吼、哦、，History of Religions。目前也搁咧做伫这个中央大学当研究所，做这个台湾研究所的客座教授，拢咧教宗教史啊。上期甲世界宗教史，下期甲台湾宗教史，吼，两个都一年，卡吧这两个课程。咱知宗教，那对滚动世界所讲的讲的宗教，拢总有四个：波斯教，今仔日要存在啊，伊影响犹太教，影响基督教，影响伊斯兰教，咱中国佛教实在太大太大啊，所以因拢有因的教义，有因的经典啊，有因的主张，而且互相影响。原始的波斯教是一神论，哦 ，Zoroaster 啊，伊所发明的，伊的经典叫做 Avesta。犹太教的经典叫做托拉、拿比姆、卡修敏，如法啊，先知文集。后来，和基督教改用叫做古约、哦、，Old Testament， 啊来配合这个新约圣经、哦、，New Testament 合作会叫做新古约圣经。啊，基督教的经典就因安尼叫做 The Bible， 哦 ，The Bible 啊，是对家来的。犹太教的经典是如法先知文集，迄种一神论呢？啊，当然后来波斯教有对落到的二元论、啊、神恶二元论、啊、平衡的斗争，这个
要讲吼是真长吼，我免讲伊是提醒就好啊，表示讲宗教是足多元，而且都影响政治。当然，基督教影响世界第一大，因为六十几亿人口的中间，到今仔为止的统计，基督徒人口占二十三亿外啊，二十三亿外。当然，包括三个大传统，就是西方罗马大公教会啊，台湾人家叫做天主教。这天主教不是学术的名啦，啊，伊的正名叫做 Roman Catholic Church， 哦，西方罗马大公教会。第二个就是足古早。高传统甲伊平行的传统，诶，高教会叫做 Eastern Orthodox Church， 东方正统教会，啊，即分布伫希腊、土耳其、Cyprus、Russia， 啊，今仔苏联，啊，即个毋是苏联，罗西亚就是俄罗斯一带，啊，即拢总是东方正统教会。十六世纪以后有一个新的教会，是引起基督教足多元宗派的一个线路。因为罗德马丁，伊是一个德国的神父，也是一个大学教授。伊在十六世纪进行宗教改革成功，快叫1517年哈啊，所以对啊开始画出三个口号：只有圣经是上帝话啊，信徒该这些因信称义啊，然后对这个口号影响世界，对十六世纪以后的基督教变作相当的多元。敢若台湾的基督教，我甲统计707派。长老会是中间的一派，我本身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会友啦，哈，真多元哈，啊，所以基督教经过历史真长的演变的结果，人咧传释圣经，啊，因为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嘛，啊，迄个宗教改革就是有这个 humanism 的影响真大，所以地教圣经解释足自由，一人看一款，爱物质物世论的就变成世界物质的派，基督福音安乐聚会的其中之一嘛，爱圣神充满的灵异运动的这個。这个好，安尼会哥哥啊，啊，比较长老教会是有较健全，因为伊有真久的这个神学院啊，啊来咧维护伊的这个神学的正统啊，所以真复杂，真复杂。过来啊，互咱看会到的吼，这伊斯兰教滚动的四个啊，伫这个亚洲的印度也四个宗教，所以讲到宗教吼，我头壳安尼一粒两个大，太济啊，真多元。印度教 Hinduism。啊，有人甲讲做啊，叫做啊 ，Brahmanism 婆罗门教，其实拢讲一个。印度教本身真侪派别咯 ，Vishnuism、Shivaism 啊，甲这个 Shaktism 啊，圣的崇拜哈、啊，这个 Vishnu 的崇拜啊 ，Shiva 的崇拜，啊，甲这个圣的崇拜叫做 Tantrism、坦陀罗，这个有影响到的西藏藏传佛教，所以藏传佛教有迄个欢喜佛哦、啊，你看伊不相容男女。性的关系，性交也不相真济啊，因为伊有这个坦陀罗吼、哦，有这个性器崇拜，所以密宗的人，一大师拢有一款无上意者啊。即马足济台湾的佛教拢咧攻击哦。我会记咧第六期啊，第七期的学员，就是有出家众伫遮啊。我演讲转去了，寄一大堆的这个恁骂这个达赖喇嘛的册乎我，我讲啊，你才是真大的误解啊。达赖喇嘛会当得到这个 Nobel Peace Prize， 唔是一个。乌合之众，为着民族来奋斗啊！这是受印度教的影响，即、这个 Tantric Buddhism 嘛，即 Tantricism 坦陀罗，咱叫人就不害人。人我所讲的用语是甚物啊？的影响嘛。啊，所以印度婆罗门教有基纳教 Jainism 啊，这是影响佛教最大的一个印度的这个修道团体啊。释迦牟尼的出家上大圣是这个基纳教，受基纳教的影响啊。基纳教是绝对禁欲主义，所以安尼五加三比八。啊，所以你若去伫即个上座部佛教的团的国家，泰国啦、缅甸啦、斯里兰卡，会看一挂即个货有变啊，骨咧不相，哦，迄就是即、這个受即个 Jainism 的影响。后来啊，伊较脱出，即个葡萄酒卡用头壳去想，所以佛教原始佛教，毋是一个科学主义的宗教，是一个用头壳去 meditation 啊，哦去 contemplation 集中精神去默思，啊，甲想出即个属性地，哦，靠即笔道吼人。人生的整个现象就是人生是苦海，生老病死苦不了。啊，苦的来源就是五执，啊，甲无明 （ignorance） 的组合，甲 desire 欲求。啊，这个欲求就会发动这个业，哦 ，dukkha 嘛。啊，互你安尼正过即过正道得道，前世因决定今世果，今世因决定来世果，三世因果啊，牵涉到的六道轮回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哦，这。
哦，啊，伫遐咧轮转，啊，所以人生是苦海，苦。啊，人生苦海来源就是执、欲求、无明，啊，第一灭就是涅槃，你有嘛啦？啊，要涅槃，第一修八正道，这叫做苦集灭道，这是释迦牟尼上原始所悟出的基本教义。啊，所以不教，伊的教义是遮尼简单，唔过后来演变甲好，有够复杂，有够复杂。敢若中国一不教两宗修行，八宗大乘，台湾人说白的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净土。哦 ，Pure and Sect， 这日本有哪有？哦，日本作者迄个念南无阿弥陀，不过日本是加一个念经不教，受这个日治人受的影响。哦，南无连接教的，就是嘿，啊，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念佛不教，这个念经不教，所以这个宗教历史上的演变，因为人的智都无同款，嚯、哦，变作真复杂，真复杂。啊，西藏、密宗的这个。一个不是你念南无阿弥陀，念阿弥尼巴利吽啊，你嘛听阿弥尼巴利吽啊，这就是迄个密宗的用语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台湾所看见的，就是神净双修，神宗是一心专心不离本质啊，啊，这个净土是他的主义念阿弥陀佛的啊。啊，不搞不天堂，净土宗变作一个天堂，叫做西天，叫做净土。啊，所以你若捌这个宗教的发展，可能咱对会当用咱的理性去批判宗教的真还是假。要做一个新台湾人，我看这个知识需要怎样？过去咱无这款的知识的原因，就是国民党伊无予咱宗教教育，刚好一个政治宗教的教育，这确定我有时间甲去甲咱提起，叫咱拜三民主义教。啊，三民主义教的教主就是孙中山哦，啊，伊的迄个王啊。新皇帝崇拜的角色就是蒋介石，所以讲到蒋总统啊，就立正啊，即马强强特别安尼啊，啊，迄马英九安出巡，敢那皇帝咧，啊，甲一个白菜鸡也要出巡，哦、啊，四车都落台风，同款人变皇帝啊，无像迄个民主国家的状况啊，所以将一个政治理念宗教化，结果台湾人就变戆人啦，变乖乖飘的顺民。所以印度出一个婆罗门教，一个基那教，一个佛教，佛教足多元的哈啊，唔是跟他一个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、中传佛教，跟他密宗都互你研究未了。东密就是中国的孙的密宗啊，东密就是日本的系列新光秀啊，东密啊，孙密就是中国的啊，中密五个啦，五教五依喇嘛、昂依喇嘛、白依喇嘛、灰依喇嘛、乌依喇嘛。啊，我唔是中团不教的信徒，所以我迄、那个内容我唔知啊，我唔捌。但是伊的迄个表达出来迄个历史的资料吼，阮得爱去研究啊，得爱去做一个归纳。啊，不教以外，伫印度佫加一个，伫潘加布吼，潘泽普吼，潘加布，印度帮一个甲政治足密切关系宗教，叫做锡克人，锡克教。这锡克人的人啊，包迄、那个包头巾足水的，几个款式。高强大汉，因为伊受印度教、甲这个伊斯兰教的影响，所以拢食牛肉，所以身体作用啊。啊，这是这个锡克教啊。伊原来吼，伫印度也未独立进程，英国也未将印度当作伊殖民地进程。伊就一个国家叫做卡里斯坦。啊，真来研究历史，你就知讲英国人哦，足歹心啊，啊，足歹心。伊对迄个伊斯兰人有镇压。因为伊伫1917年啊，打倒这个奥斯曼帝国啊，土耳其了后有占领这个巴勒斯坦，温存犹太人登。